媳妇儿要洗澡啊，东西洗个澡，把帐篷拿出来。这个洗个澡非常方便。反正每次休整一天的时候，我都是忙里忙外的。今天给你们拍一个洗澡视频，省得你们说我们不洗澡。钻进去洗就行。你先洗。孩子们已经洗完了啊，你先洗吧。你先洗。啊，我先洗，我来洗。看看，洗刷刷，洗刷刷，洗刷刷，五五，洗刷刷，洗刷刷。One two three four。我一脚把你棚子踢了，你会怎么样？踢了，踢了干嘛？洗。行，快出来吧，美人出浴了，快出来。行，朋友们，户外洗澡啊，用了这个就行了，你看看，非常方便啊，这个非常人性化，这个你要感觉到闷的话，头还可以出来呼吸呼吸西藏的新鲜空气。在西藏给大家提个醒，不能老是洗啊，老是洗非常费体力，容易高反，我现在就有点难受。嗯，一周洗一次就行了。这西藏夏天穿羽绒服的啊，不是说汗流浃背那种。我在家的话，一天都要洗两个澡啊，就是夏天的时候，甚至三四澡，早上起来洗一次，中午洗一次，然后晚上睡的时候还得洗一次。这个帐篷，可能是50块钱吧，已经用了可能快2年了，非常划算啊，非常实用。这个帐篷洗澡帐篷嘛，网上一搜一大把啊。建议大家买个大的，我这可能是1米的吧，越大越方便啊，就里边越宽敞，洗得越舒服。不是，现在是西藏的旅游旺季，嗯，宾馆都很贵，200元起步。200元都算便宜的了，那都是旅馆之类的200。那个味道，你们要是讲究一点的话，就闻不了了，一股霉味那种。对。行，就这样子。出来吧，美人。出来，出来。敢不敢伸开？朋友们，洗完澡了啊，衣服也换了。今天这个巴素的天气还可以啊，有点蓝天白云。大家看看啊，这个天还是挺蓝的。然后这边是阴天啊，这时不时还要滴两滴小雨，不过都是毛毛雨，没事的。这个游客服务中心确实可以啊，8项免费。现在来到这个游客服务中心了啊，把电脑给端过来。这里边有那个 WiFi 啊，上传视频。孩子们在那里写作业，不听话，你看看。在这里坐了一会儿，前面呢有个屏幕啊，就是可以说是巴素县的一个介绍吧，感觉拍的特别好啊。大家看看啊，拍一段。这是巴素县的宣传片嘛，这借用它一段的话也没事啊，帮着宣传。那来古冰川。邦达寺，海拔4300米，仁措湖，他这介绍是就是巴素的24小时啊。邦达草原，邦达草原有那个邦达机场啊，邦达机场是昌都机场。巴素寺啊，海拔4155米，这是午时了啊，11点到13点。过来看看媳妇儿在做饭啊。做什么饭？炸丸子，看。哟，这丸子可以啊，肉丸子。这锅来的，锅虽小，丸子多的呢。可以可以。烧这么多了。我要尝一个，尝一尝。里边特别嫩。好吃。放了鸡蛋和淀粉。淀粉啊。嗯。
还有香葱、香菜，好吃。生姜、大蒜，好吃。有点香菜味，好吃的很。炸了多久就熟了？我不知道啊，我炸了好像有十来分钟吧。十来分钟了。嗯，先是小火，后是大火。行。我不是怕熟不了，这是高盐。这个丸子炸成能放好几天吧？嗯。丸子炸完了啊，紧接着做一个皮蛋汤，皮蛋丸子汤。你的皮蛋把我丸子压扁了。没事。皮蛋汤上气了啊，这媳妇儿开始切牛肉了。今天是不是吃的太多了？嗯，要上西十二拐了，没有东西买。因为那里经常堵车，对，他就在那堵一天，没东西吃，然后又没有冰箱，所以说非要把它做成熟的，能放个一两天。行。现在开始炒牛肉啊，先把油放进去。对。花椒，下入豆瓣酱，好的很。下入牛肉吧，下。现在这牛肉是半生半熟是吧？啊，已经炒熟了，就是嚼不动吧。行，关火吧，明天吃。帐篷合起来啊。再喝一下，哇、哦！行不行？要不我来吧。好了，就是这个样子，很简单。这个帐篷收完之后呢，就是个圆形的啊。来，展示。嗯。现在开始铺这个床单，干了没？干了，这么薄薄的。行。床收拾好了，看看，整整齐齐，干干净净，非常好。睡了一觉啊，媳妇儿把这个床收拾好之后呢，躺了一会儿，睡了一个小时。哟，现在这个停车场是停得满满的呀，好像都没有位置了。来看一看。哇，早上的时候就两三台车，现在真的是满了。真的满了。小牦牛，别吓，玩高兴了吧？爸爸，你找到牦牛了吗？没有。我们在找牦牛。你们冷不？明明冷不冷？下午汤就煮好了啊，再热一下。各忙各的呀，你看有洗澡的。中午的凉粉啊，还有点，把它热一下，然后皮蛋瘦肉汤，还有炸的丸子，还有馒头。你们肚子饿了没？嗯。饿了就吃，知不知道明明？嗯。你多吃一点。孩子，老婆已经吃上了啊，味道怎么样啊？好吃啊，吃。这是我想包呀，我每次吃这个都会吃到骨头呀。没有骨头，那是筋，知道吧？哪有骨头，一个骨头都没有。好好吃吧。嗯、中午这凉味炒的确实挺好吃的，你吃的咋样？还可以啊。汤也非常好喝。以前在路上，这个时候一般就是在吃拉面，要不然就是吃泡面，很少说这么丰富的啊，基本上没有。肉丸子皮蛋汤，这是皮蛋汤。